请转身向上。请坐。
佛说无量寿经，牵引法师慈悲，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45面。好，我们接着讲口是恶的部分。好，造恶当中的名造恶过。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各位仍然可以配合附表八，好，来看它的这个大结构。造恶过的话呢，这个好，造恶过的话呢，就这个两舌、恶口、妄言都讲完了。好，那接着呢，这个地方再来谈到恶口的部分。好，再好讲一次十五面哈，这个恶口的部分，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就是说尊贵自大，就是说他可能这个人多少有点福报啊，有点福报力，所以呢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很尊贵的，很了不起的。好，为什么呢？位极有道。好，由于像一个老修行的人，我总觉得我修行很久了，我心中有道，或者是这个僧团啊，或者佛教团体的这个执事啊，干部，我觉得我是老参啊，甚至我是执事，那么我有道，我心中有道，因此呢横行威势。好，他这个引导众生的方法不是慈悲柔软好善巧，而是横行，好强迫别人要听他的。好，这个是恶口嘛，就是讲话比较粗鄙，好要别人要听他的，横行威势。然后亲昵于人，好，这个言语上当中常常啊这个侵犯他人。好，那就说我们就这个老修行也好，那么尤其是僧团的执事，好，这个佛教团体执事都是一样，要很注意。就说这个我们在执法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内心的跟慈悲心那跟利他的心要相应。就像在四分律里面讲到说，一个僧团执事啊，要举或者这个或者比丘，要举他人罪的时候，要举罪五德。这举罪五德就是第一个知时不以非时，第二个如实不以虚妄，好，第三个利益不以损减，好，第四个柔软不以粗犷，好，第五个慈心不以嗔恨。我说明一下，第一个。知时不以非时，好，就说我们在劝谏他人的时候，也要看场合啊，看环境，好，就是说时节，就这个时节适合，比如说在大庭广众当中，这个时候劝谏他，有时候对方很难接受，好，那么或者工作在很急迫的时候，那你马上就苛责他的错误，好，除非是很严重的。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马上苛责他的错误，这个有时候也影响他这种改过的这个心。好，有知时不以非时，要看这个时节因缘。好，不要我说我心中看到不高兴，我马上就要指出来。好，不是的，要看他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接受。好，这个时节因缘，好，我们不是为了要，只是为了表达心中的不满而来举罪，而重点是要。为他的好，为了大众的好而来举罪的，好，第一个知时不以非时，第二个呢，如实不以虚妄，好，这个有多少就讲多少，好，不要这个为了举他人罪啊，这个讲得很这个虚夸，很浮夸，好，他可能只有一两分的过失，你把讲到说啊，你这样子很严重啊，会和这个和这个破坏僧众啊。哦，那个忤逆罪啊，十恶啊，讲得很严重，或者把他这个罪，把他的过失给渲染，那这样子是不应该的。好，如实，好，不以虚妄。他有什么样的过失，就直接讲他的过失就好了，不要加耳添醋的。第三个，利益不以损减，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心态，你在讲他过失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看他不爽，好，如果说只是因为你看他不爽，这个时候。这种嗔恨性相应呢、啊，还是先调伏自己要紧。
那我们目的是为利益，为了他的利益，或者为了大众的利益。好，就说你在举他罪的时候，说他过失的时候，你要作揖一下。好，这个举罪无德，你要作揖一下。好，那么我要利益他。好，那我心中是为利益他而说。你真的为利益他而说，跟你只是因为逞一时之快，嗔恨心而说，对方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好，你只是为了嗔恨心而说，那个讲出来的话可能像利剑一样，句句伤他人的心。好，但如果是说真的为利益他人，好，就像佛陀呵责比丘，好，这个犯戒的比丘，佛陀他虽然呵责，但是呢，他内心是为利益这个弟子啊，所以弟子也能够接受。好，所以利益不以损减。好，不是为了伤害他而说那些话。好，然后呢，再来这个柔软不以粗犷，讲话要柔软，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也是希望别人对我们讲话柔软一点。有人说我讲话很直啊，我就是很直爽啊，很直心啊。你说你很直心的话，那你要像子路一样，子路闻过则喜。好，别人说他过失，他心很直，他听到有人说他过失，他心中很高兴，就能够好马上受教。我们如果说别人指责我们过失的时候，我们是不高兴的，但是我们在指责他人过失的时候，我们却是很轻率的，这个不叫做直心，这叫什么？这叫习气。好，这种嗔恨心的习气啊，好，恶口的习气。好，所谓直心必须双向的，你举别人的罪，别人举你的罪，好，都是这个都是能够接受的。好，尤其别人举我们罪的时候，我们是马上都能够接受。不能说你举别人罪的时候想都不想，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相对别人对我们说的时候啊，你这个对别人就必须要好，这个知识不以非实，然后这个柔软不以粗犷，利益不以损减，然后要很善巧的跟你讲你才能接受。那这个就不叫直心了。所以因为直心不容易，所以我们呢，在说他人过失的时候，真的要很注意。好，尤其在我们心中有情绪的时候，尽量避免。好，因为说出去的话，像泼出去的水，那收不回来了。好，那这是第四个，柔软不以粗犷。好，第五个痴心，好，不以嗔恨。那这个总的来说了哈，总的就是你要跟慈悲心，慈就是与乐，悲就拔苦。你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或者希望大众能够离苦得乐而说，而不只是为了满足心中的这种不满的情绪而说。好，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举他人过失的时候要先作揖慈悲心，真正的，而且是这个就是说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说。好，因为这个说他人过失，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很不容易的一种说话的艺术。好，你要怎么样说别人才能接受？尤其在末法时代，大家的心越来越刚强，大多数的人你说他过失，他是不会接受的。好，那么你要怎么样以慈悲的心态来说，以柔软语来说，那这个就是好这个一种艺术了。当然，这个艺术重点还不在于技巧。不在说话技巧，而是你的心态，常常以慈心、柔软心，好来面对众生。好，这个是讲到好，这个不要恶口。然后呢，底下接着说，不能自知唯有无耻，自以常见遇人尽难。好，不能自知。好，他在说别人的时候，他是尊贵自大的，觉得我很了不起啊，我老参啊，我懂得比你多啊。你就是应该听我的啊，我是执事啊，怎么怎么一大堆，或者我戒腊比你高啊，你就是应该听我的什么的哈。那不能够自我检讨自己，好说别人的时候都是一针见血，好字字见血，啊，那这个跟那个弓箭利斧一样，但是自己是不自知的，然后我也无耻，好造恶业，心中没有羞耻心，那我们在说别人过世的时候，心中也没有羞耻心。好，自己常见遇人尽难，
好，认为自己是很强健的，好，是很好的，好，那么这个是 有大福德的，那么我这样说是应该的。好，遇人尊敬，畏难害怕，好，就这个就是乍现威仪啊，好，现在那种很有威仪、很有威仪的相状，好，那种很威猛的相状，希望要折服别人，但是实际上内心不能够自己知道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好，然后造恶业的时候，渐渐也没有羞耻心。就说我们常在说别人罪过的时候，常常有这个习惯的时候，其实慢慢的自我检讨能力也越来越差，因为你在不断往外看嘛，看他人的过失，那么自我检讨能力也就越来越退失，越来越退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啊，这个就是像经文所说的，我也无耻啊，然后乃至遇人轻难。所以，纵然我们做执事，也是很注意，好，这个举罪无德。那平常的时候呢，更是要多去看自己的过失，好，常怀惭愧心，好，忏悔心。好，那刚开始，我这个我刚开始做出家，好，刚做执事的时候，会这个主事大德的开示啊，来要求自己，来要求他人，好，那这个时候表现就很强势。但是慢慢修行久了，会发现说，其实主事大德的标准，这个只能来要求自己，因为这个要做到确实是不容易。好，主事大德的精进，好，他们的他们的这个慈悲，啊，他们的智慧，这个只能来要求自己，要来要求别人，这个是不合理的。好，因为这个做不到，很难做到的。而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渐渐发现到说，哦，事实上我们自己要做到也不容易，好，长时间做到也不容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惭愧心，好，忏悔心，对了，我们应该多去惭愧忏悔自己的罪业，而不是一直眼这个眼睛来往外看。好，那好，这个是讲到恶口。接着呢，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作善，难可想化。好，他内心状态就是不害怕天地神明，还有这个日月，好，这个都讲这个天，就包括这个鬼神哈，因为就是说内心没有惭愧心，好，只是不断的喜欢用恶口说他人的过失，自己的过失都不改，那么当然他也就是代表他的心态，他也不会害怕天地鬼神了，天地鬼神的召见，他也不怕了，好，内心不肯作善，难可降化。好，内心非常的这个刚强，好，难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刚刚出家，好，没多久，就如果就做僧执事啊，那这个实际上是不信的。好，当然我想这个僧执事不是说管事情的执事，好，不是什么香灯枯头那些的哈，说管人的执事，好像监学啊、监院啊这种管人的执事。如果刚出家没几年就做这种执事，那本身是很不幸的事情，因为在那种当中我们很难再去不断回光返照了，因为你必须要去看看外面的人的情况，然后去导正他的过失，但是在我们自己心中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往往就是自伤他，彼此俱伤。好，所以不肯做善，难可降化。所以结果呢，自用言浅，未可长耳；无所忧惧，常怀骄慢。这个言浅，自用言浅，言浅就是一种骄慢的相状，自身非常的骄傲。未可长耳，未可长耳就是说，我认为我就是有福德力，我有这个我身体健康，或者这个我有这个权势，我有地位等等，这些都是骄慢的因素。好，认为这些能够构成他骄慢的因素，认为是永远是这样的，但天下是哪有永远的。好，那这个一个人的高位也有可能会被打下来啊，一个人有钱也有可能哪一天突然经济崩溃变贫穷啊。好，那一个人身体健康，那也有一天突然身体垮掉了。好，那所以未可长耳，就是
他把这个这种福报力当成一种常态的，好，所以认为我就是可以这样，那么我应该这样，所以故所以无所忧惧，忧愁恐惧，好，没有无常想，好，没有无常想的时候，就会常常用他的福报力来那种威力折服他人，好，然后常怀娇慢的心，好，那这个都是啊恶口。在这个口四恶当中，恶口讲的特别多。好，然后另外讲了两舌，好妄语。那虽然没有特别提到绮语，但事实上绮语就在其中。好，刚开始的总有绮语，然后进一步的就转成两舌妄言恶口了。好，接着看到痛，如是中恶天神记事。赖其前世婆作福的小善福界常护助之。好，这些中恶啊，天神即是。好，我们上次讲的同神同名，好，这两个鬼神会记录。好，那事实上也是我们阿赖世的九个种子啊，都会记录。好，那么如果他过去生婆作福的，稍稍的做一些福德，然后呢？还能够有小善福接，小善的话就是说小小的善业，好能够扶住，能够扶持住，好迎护住之，好，所以他现在造口四恶的时候，暂时好像没事，但是呢，今世为恶，福德尽灭，诸善鬼神各去离之，深度空力无所复依，但是他不断造恶业，好无惭无愧的时候。这个造恶业本身就在消自己，就是要损耗自己的福报嘛，自己福德。那么福德在他不断的消耗当中，渐渐的灭尽。然后本身福德灭尽，然后外在的善神也会离开。因为善神他是护持世间的善人，护持修行人，他不会说因为你福报很大就来护持你的。他一定是护持善人，就像。这个有个公案哈，有个人他在定中看到两个比丘在那个地方谈话，好，他打坐的入定，看到两个比丘谈话，好，旁边很多善神呐，好，合掌恭敬，然后谈着谈着，后来就看到这个善神全部离开了，走掉了，结果他出定之后，他就问了比丘说：“你们刚才在谈什么呀？”好，他比丘说：“啊，刚开始我们在谈论佛法，好，论道，好，所以旁边很多善神啊，合掌听。”谈着谈着，佛法谈完了，接着我们谈论利养。哎，你知道哪个地方啊？供养多啊？今年这个斋僧好像不办了呢。你要到哪个地方去，能够有点收入什么的？这个时候，一些护法神听了之后，觉得心中全部人这个厌倦啊，就离开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善神、诸善鬼神各去一致。所以我们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讲的话，你如果谈的是道，哎，旁边鬼神啊，合掌恭敬听啊。你要讲这个利养啊，哪个地方利养多啊？怎么样可以得到利养啊？那鬼神唾弃啊，还可能要跟你吐口水，这个要注意啊。你看，这个善神离开，当然一些魑魅魍魉的邪祟恶神就可能侵入了。好，所以说这个内心的心正很重要。好，然后诸善鬼神离去外在的。然后内在的呢，福德灭尽，然后身独空力，内在存的就只有种种业障，好无所复依，没有可以依赖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造恶业的时候很自在，好这个妄言绮语两舌恶口很自在，但是当果报这个等到那个福德享尽的时候，善神离开，然后福德享尽。没有个可依赖处，那这个痛的话，当然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个王华牢狱之灾啊等等的，好这个产生。接着讲到烧，好三个道的烧，寿命终尽，诸恶所归，自然破处共去夺之。好，这个等到寿命结束的时候，诸恶所归，好这个恶业啊，就像这个。这个就像说河流归向大海，
所有的恶业啊集于这个自身，那么恶业集于自身的话，自然破处，自然逼迫，催促，到哪？到恶道去啊，自然破处，共去夺之，这些恶业的势力共同趋向夺之。好，那夺之就是说把它牵引到三恶道。又请明集记载神明央救牵引当往趋向。好，因为他的名集，好，这个集就是这个记事簿啊，他的名字啊，在鬼神的记事簿里面，好，记载神明鬼神的记事簿。好，然后呢，这个央救牵引，好，所造的这个央救就是罪业，那么就牵引亲人而当往趋向三恶道。所以说趋向三恶道，当然有的人业力他是，有的人业力他就是直接他的业力牵引，有的中间会有什么什么无常，这个什么一些鬼神啊记录啊，然后啊这个宣到阎罗王面前啊宣读他的这个罪业啊等等的这个过程，那不管有没有这个过程，事实上总的都是他的业力。好，当往趋向，好，而这个趋向三恶道，罪报自然无从舍离，但得千心入于火祸，身心碎碎，自然痛苦，当自之时回复何及。那么罪报是自然的，这个是业力，谁也逃不掉，无从舍离，无从就无处，无处舍离，业力现前的时候谁也逃不掉。但得前行，这只能前行，这个 往前走，被业力牵着往前走，入于火祸，这个就是这个八热地狱里面的这个烧煮的这个火，这个大锅子啊，火祸。好，就像这个地藏经或者广论里面所描述的这些八热地狱、八寒地狱，种种地狱的苦，这个时候身也好，心是摧碎，被刀切割一块块的，或者被剑，这个剑术这个刺穿身体，身体破碎，或者是丢到这个火祸当中，身体煮烂掉，烂连骨头都没有，烂到了肉都没有，甚至烂到连骨头都被烧掉，这么高温。好，那么身体碎碎，心当然也是脆碎啊，这个内心破碎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内心还怎么保持正念呢？你不要想说我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我赶快叫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根本念不出来了。你看现在的人，身体生病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啊，阿弥陀佛有时候就念不出来了。好，各位想一想，有时候我们身体病痛很厉害的时候，有时候连阿弥陀佛都快念不出来了，甚至念不出来了。你不要想说那个时候身心摧碎的时候，身也摧碎，心也摧碎的时候，好，身心都破碎的时候，你阿弥陀佛还念得出来。好，那么身心摧碎，好，精神痛苦，那个时候身也痛苦，心也痛苦，好，这个完全是没有希望。这个无穷无尽的痛苦啊，在地狱当中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无穷无尽啊，辗转其中啊，好，这个精神折磨啊，好，是肉体的折磨，还精神的折磨，那是无穷无尽的。当思之时，回复何及？你那个时候的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好，世界人在造业的时候都是非常称心，非常快意啊，我行了、啊，每个人都认为我很行啊，我能够造业，我是有能力的。但是等到地狱的时候，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好，天道自然不得搓叠。好，这个搓叠就是相违背。好，参差啊，好，参差不齐也就相违背。天道，那天道这个指的是业道，我们的业啊，这业是自然的，好，是无法违背的，好，逃不掉的。好，故有自然参土，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好，这个是烧，三恶道的烧。这个五门当中的这个痛啊烧啊，描述各个不同，好，这些都可以彼此互相参阅，好，
好，从有时候从不同角度描述，但是痛都是从今生的枉法牢狱的疾苦，然后烧的话就是未来三恶道的痛苦。好，总结，是为四大恶，是痛，是烧，勤苦如是。好，譬喻，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好，造恶的时候，乃至痛的时候，乃至烧的时候，都像火在烧一样，大火焚烧人身。好，以上是名恶，接着名善。好，善的话呢，首先是辨，好，这个辨别，好，翻对前恶。人能一中一心之意，端身正行，独坐住善，不为众恶。好，这是反对前面的恶，就是一心之意。为什么一心之意？当然首先思维业果，好，这个口思恶的恶痛烧的这个苦，好，思维业果的道理。接着呢，就是种种对治，种种对治包括忏为业障，好，多拜忏，然后再发愿。好，发愿不再造同样的罪业，然后在第三个就是以般若智慧去对治，好，包括修慈心观，好，包括修无常观、无我观等等的，以般若智慧来对治这种口业的习气，好，还有或者观察业果的道理，好，来对治这种口业的习气，好，这个就是一心之意，好，然后平常在行住坐卧当中，常常注意自己的语业。好，那么就像古德说的，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的念头死，虚如法生活。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不晓得该怎么说话，还是少说话好了。万一说话都是口是恶，还是多念阿弥陀佛好了。好，那么。就像有的人修净土法门 的老参，有人赞叹他，他是合掌阿弥陀佛；有人回谤他，他也是合掌阿弥陀佛。好，这个内心呢、啊，这是多念阿弥陀佛要紧。好，一心之意，这是意业；端身正行，这是身业。好，这个身口，好，这个多念佛，好，少说啊，这个散心杂话。好，然后说话之前先想一想。好，我这个说这个，我为什么这么说？跟自利利他相应吗？跟慈悲相应吗？如果说你一天当中实在想不出怎么样对自利利他，对跟慈悲相应的话，那你还是多念佛好了。好，这个端身正行，独坐住善，不为众恶。这反对前恶，记得反对前痛。好，身独度脱。好，不会有这个。枉法牢狱的灾祸，然后反对前烧，获其福德，度世上天灵魂之道。好，不仅不入三恶道，甚至可以获得福德，甚至以这个福德为基础，好，可以成就灵魂和涅槃之道。好，总结视为四大善业。好，这是口四恶第四门。接着我们看到心五的第五门，心五的第五门事实上就是三毒。好，这个。不是烧到淫妄酒啊，不是喝酒，是贪嗔痴的三毒。好，那所以这五门啊，综合来讲就是十二业。五恶五痛五烧这个五恶、啊，总的来说就是五恶，就是十二业。好，先明恶，明恶部分先举。好，佛言习五恶者，习五恶者，然后呢，这个他辨别他的相状，先讲恶的相状。恶的话呢，造恶人就是世间人民，啊，所有一切的人，啊，或轻或重啊，都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造恶人。再来呢，证明造恶，先讲痴烦恼，这个习意懈惰，不肯做善，自身修业，家世眷属，饥寒困苦。好，这个是痴烦恼。好，这个习意就是徘徊啊，好，就是这个徘徊什么徘徊呢？就不知道因果的道理，或者知道呢，但是不肯做善业，叫习意。在修善当中，他就踌躇不前的习意，那么因此当然就懈惰，好，懈怠懒惰，不肯做善。
不肯修善业，同时呢，这个对自身修业也是不肯。自身修业指的是在家人的这个工作，自身的这个修业，修家业，这个家业就是 他的职业，那么这个职业是为了自身用的，维持生计的这个家业，也是不肯，所以不肯做善，也不肯自身，就不肯自身修业，这都是因为这个习以懈惰的关系嘛。所以家事眷属，饥寒困苦，这个吃烦恼，内心呢、就是跟愚痴相应，然后因此之故也不想也因此也不会想去修善业，也不会想去承担责任，就像现在很多的什么这种啃老族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有的人他就是只是依赖这个亲朋好友啊，然后来赞助他，自己也不想脚踏实地的去做工作，那老是说找不到工作啊，这工作不是太累了，反正太忙了，反正老板讲话我听得不高兴，不然就是这个距离家太远了，不然工资太少了，反正是一大堆理由，总的来说就是习以懈惰，不肯做这种善业，也不肯做这种自身的事业，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家事眷属就只好饥寒困苦了，就吃烦恼。再看嗔烦恼，父母教诲，嗔慕奴役，言力不合，违力反逆，譬如怨家不如无子。父母教诲的时候，用嗔恨心来回应，嗔慕，然后也愤怒的心，甚至愤怒的语言来回应。然后若是言令不合，这个父母讲的话他听得不高兴，这个言令不合，则违逆反逆，逆就是一种乖戾的意思，很乖戾的违背，这种就是口业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很粗暴的话，甚至反逆，做一些忤逆父母师长的事情，这样的人呢，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这个人就是过一生就是来讨债的，讨债的冤家，有这样的孩子啊，还不如没有。因为说要放下他不管又不行，自己的小孩不能不管，但是要管呢，这个孩子啊，就是这个违逆反逆啊，非常忤逆父母，然后这个嗔慕怒应呢、这个没办法教导，而且本身主要是自己本身也做不好，自己做不好，然后又没办法教导，这个就是嗔心。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自己也是要注意哈，这个学佛之后，我们对父母师长的态度，是不是有这样的嗔的这种相状？再讲到贪。取与无节，众共患厌。取与无节就是说，自己不能够自身修业，自己不能够工作上不稳定，然后呢，跟别人借或跟别人要，没有节度，自己懒得去努力工作，然后只能伸手跟人家要、跟人家借，然后又没有节度，所以大众看到他非常患厌，就是非常厌恶这个人，那这个称为患厌。像这样的我们可能各位都有见到过哈，出家众还好，出家众说会发生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少啊，在家众就很多啊。你要借他钱，你就要心态好，就等于给他了，这是他的借，没有所谓的借钱，只有给钱给跟不给的差别而已。借钱通常是不会还的，而且呢，有的人就是一借再借，一直在借，借到最后变成养成一种习惯了，自己不会去努力工作，然后就是取与无节，不断跟他人求索，习惯了。然后甚至呢，负恩为义，无有报偿之心，他觉得是应该的。比如说跟父母要，你本来就是我父母，不然你干嘛生我？你生我就是要养我啊，有人就这么想。或有个朋友和亲属要，
这个我他本来就是要给，本来就是要给我的，好，就是说，反正他或者是说，他也不缺这个，他也不缺这点钱，这点物资，他给我算什么？世间人有一句话叫做“生米恩，斗米仇”，就各位听过吧？你给他一升的米，他可能还觉得有，他可能还觉得感激有恩德；你给他一斗的米，他反而跟你产生这个怨恨的心。为什么？他在急难的时候给他一点点，他很感激；但你给他很多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这么有钱，你这么有钱，你才给我这么一点。你是太不应该了，好，所以有时候要帮助别人的时候，真的要很注意善巧方便，好，你不能说一好心我全部给他，很多很多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说应该的，好，这个地方讲负恩为义，他不会记得这个恩，他不认为这是个恩，义就是义者义也，哦，是义的义，那么我们报恩，好，我们要念恩报恩，这个是正当的事情。是应当要有存有的心态，他没有这种想法，他觉得说你反正那么有钱，就是应该要给我，好，很多这种诈骗的人呢，啊，就或者是那些啃老族啊，或者是老是跟亲友要东西的，就是这种心态，刚开始可能或许还有惭愧心，久而久之就觉得说你就应该给我啊，你又不差这一点啊，你要不给的话，你太不应该了。好，甚至我们看社会上有些仇杀就是这样子的，好，生米恩，斗米仇，你给他太多了之后，结果他起了坏心思，他反而这个时候觉得你不给我，我干脆自己来拿，我就像我又偷又抢，那这个造成种种犯罪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要学菩萨慈悲心帮助众生呢，也是要有智慧。好，怎么样做对他真正的好，而不是说把他养成一种这种洗衣懈惰、懒惰的习惯，甚至呢养到最后变成白眼狼了，就是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帮助我，你一直帮助他，只要哪天你不帮助他的时候，他会把前面所有的帮助全部推翻掉，一笔勾销，然后呢就他就记恨说你这次不帮助我。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你应该帮助我。负恩为义，他不认为这个有恩义的之间有恩义的存在。那这个是他那种内心的贪狠的心。然后呢，底下贫穷困乏不能复得，孤教众多放置游散，串述唐德，串述唐德用之正计。好，这个。因此这类的人呢，他注定一生就是贫穷困乏，贫穷困乏不能复得，谁敢给他呀？这种白眼狼，谁敢来帮助他呢？他只能一生的贫穷困乏。但通常这样的人也不会去检讨自己，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大家都没有慈悲心，都没有亲戚的情义，朋友的道义，那么社会不公平，社会应该要给我机会，但是我没有机会，我这么有才华能力的人，社会不给我机会，等等的，好，所以他就一路就是贫穷困乏，不能复得，然后呢，孤教众多，孤教就是把持他的这个财物，好，叫孤教，好，孤教他所得到的一点点小小利益，好，然后这个众多就夺取放纵夺取，好，自身的已得到的就是孤教抓住不放，然后呢？众多就是想要非法得到一些他人的财力，然后他的这个做法就是放置游散，放纵自己的私欲，游散呢游散四方，放纵自己的私欲，到处乱窜，到处乱骗，放置游散，串述唐德，这个串这种不好的习性啊，串习啊，不断的串习，那么烁烁的唐德，唐德就是说希望得到他人的财物，叫唐德。好，用字正己，好，正己就是这个给自己的，这个就是说
他就等于说他内在的得到利益就抓了不放，然后呢却相反的到处乱窜，去骗啊，去然后去借啊，去要啊，去抢啊，偷啊，各方面的，好，到处去跟人家要，好，然后这样烁烁的熏习，好，然后希望得到这些财物，好，自己啊用来那个养活自己，靠这样子的来生存，又是正气，但他所得呢，却是丹酒四门，饮食无度。他得来的这个财物就不是拿来，不只是拿来生活，却拿来丹酒四美，好，拿钱却拿去吃喝嫖赌，好，喝酒啊，然后这个吃吃喝喝啊，好，甚至是嫖赌，好，然后饮食无度，好，他这个得来钱财，因为得来太容易了，好，从不是他努力得来的嘛，是骗来的，那么借来的，那么偷来的，各式各样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钱，得来的很容易，他就很快就失去了，就拿去吃喝嫖赌了，好，都没有节度。然后家人的话呢，家事眷属饥寒困苦，好，这个家人的话都是不管家人，那么自己享乐就好了。好，这个就是内在的贪烦恼。当然贪烦恼来自于前面的这个痴烦恼、起意懈惰等等的这个痴烦恼，好，然后在这个当中还伴随着嗔烦恼，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都是相连的，好，就证明造恶贪嗔痴，接着呢明造恶过，很想吃的过，四心荡逸，如虎抵兔，不是人情强于意志，这个是痴烦恼。痴烦恼前面讲他这个起意懈惰嘛，好，他内心徘徊，不肯做，不肯啊，不肯信善啊，相信善法，不肯造善，所以他这个造恶的过失就是放纵自己的心，好，荡逸，好，放荡，好，纵逸，就是放纵自己的心呐、啊，放纵自己的烦恼心呐、啊，然后对人呢就是鲁护敌突，好，这个鲁钝呐，鲁护就鲁钝跋扈。就是非常的刚强的样子，啊，敌突就这种，敌突就这种，敌就是距离，然后这个是抗拒的意思，突就是这个相冲突，如果敌突就是冲突，好，那然后放纵自己的这种恶心，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就是非常跋扈，常常跟人家起冲突，不是人情，好，这个世间的这种好人情呢，哈，父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种世间的这种人情啊，他都不放在心上。好，也不是说真的完全不知道，而是就是不放心上，强于意志。好，就是这个强于意志，就是抑制他人的善业，好，而希望别人跟他造同样的恶业，叫强于意志。好，那这个是。这个痴烦恼，那嗔烦恼，见人有善，增计恶之，无以无理，无所顾虑，自用之当不可见效。好，这个强欲意志应该是到嗔烦恼上面去哈，这个不是人情哈，这个如护敌突不认不是人情，这个是痴烦恼，然后嗔烦恼就是强欲意志，好，见他人的善，见他人这个造善业，那么就意志。那么这个希望他人跟自己一样好造恶业，好啊，所以见到人家有善的时候增计恶之，看到别人造善业的时候内心非常的愤恨不平，非常生气，好，那么或者是因为嫉妒，好，非常生气，或者因为他不随顺我造恶业而非常生气，总之就是强欲意志，好，就希望别人最好跟他一样造恶业最好，别人造善业就显，别人造善业就显现出他的恶嘛，有光明就显现出黑暗嘛，那么就看别人造善业，内心就生气，好，然后甚至别人造善业而不随顺他，内心更生气，好，所以见人有善增计恶之，
先讲到这里，下课。